哎呦，我们谢谢。哎呦，那你该用落来啦。树上一只猫科动物遭男子以竹竿戳弄，当场摔到树下。谁知道一旁早有好几只大狗在等待，随即追捕这只小动物，还疯狂撕咬。你为什么要甲用落来打死？离谱的是，男子一旁还有小孩，目击这残忍画面，简直最坏示范。现场更传出讨论声音，一旁男子怀疑这可能是食虎。狗啊，底下咧嘎嘎嘎嘎咧。事发在南投国姓，回到现场找到了狗饲主，他称每天都有给狗放风时间，否认放狗追捕小动物。哎呀啊，我那狗就放伊出来走啊，我一个干面讲恁一百收银哦，啊，只要人就直接动动恁猫啊。如是刻意且伤害到动物，本分局将依《动物保护法》或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移送法办。可怜小动物是猫还是石虎被咬？警方将传唤始作俑者到案厘清，要是刻意伤害，将依法送办。记者曾文祥、刘元斌、王世涵南投采访报道。我是李依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。将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